红色的，一个造型，一个人权的一个造型，一个半身。由周星驰、王玉文主演的陆剧《舍不得星星》即将上线，在工作岗位上都是强人的两位，从青梅竹马神话成恋人，从校园到职场一路相伴。小诗人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都认识13年。要我说呀，你们两个就凑一块糊弄糊弄得了。别开这种玩笑，我要是对杨哥有二心，咱们俩被扯走。让我媳妇说。你这个嘴巴长得特别好亲的样子。那你不要说，接受不了。现在人家样哥在相亲。唐样，唐小姐是吗？不管了，咱们继续聊。蒋深今天怪怪的，谁招得惹的似的。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有人找你谈事情，你会？你是第一，你最重要。真的。从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对你绝不仅仅只是友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做一件咱俩没做过的事情吗？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周星驰和王玉文真的是青梅竹马，可说是从现实找近了距离。而在幕后花絮中，也可以看见两人的好感情。红色的，一个造型，一个人权的一个造型，一个半身的造型。然后呢，回来就是拍下了手。你能不能再做？就是上也流传了两人拍摄吻戏的照片，既深情又霸气，甜蜜指数拉好拉满，而熟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也让人更期待戏剧的播出了。发采访组整理报道。